好，我们接下来要请苏贞昌陈院长我们请他来上台，对于国光石化这个产业政策，我们请他表示意见。我们也会向要求马总统一样，看他是不是愿意签下我们的承诺书。我们请苏陈院长，我们在陈院长讲完之后，我们会请正式的医师来表演他的说。对各位朋友，这一场国方就不过分党派，有很多国民党的民意代表暗中的在支持这一场活动。我们不希望这一场反国方的活动成为选举角力的舞台。我们非常的沉重，我们不希望这一场选举是这一场，就是前院长他愿意签署了这个反国光的签署书，大家热烈的掌声鼓励。打电话啦！报告在后面。苏前院长签署的承诺书有三点，不只是反国方，不只是第一点的反国方的新建，第二点是立即停止台湾实业产业的扩张政策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因为我们今天虽然面对了国光石化，未来我们还要面对的六轻五期，所以他签署的第二个签署书就是立即停止石化产业的扩张。第三点是立即推动 PM2.5 列入空污法的管制项目。各位乡亲，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，因为我们现在，我想马总统如果愿意请金民进党，那我们也一视同仁了哈，也一视同仁，让苏前院长也有讲话的机会，因为当马总统的讲话，这次已经违反我们一开始的承诺，我们不希望政治人物上台了，但是因为马总统上台，所以我们要一视同仁。要签名，好，谢谢谢谢。啊，刚才。主办单位，各位负责人。在座马总统、蔡主席、彭立伟，所有的党公子先进，中华永清许多全国关心国光石化的各位国人同胞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今天主办单位办这大活动，我实在是尽到。无讲树大讲话，但是主办单位讲，因为有一撮变化，啊，都爱用解释讲是总统有讲话，所以讲我们爱树大表示几句话。所以我特别伫遮，咱来讲，第一，当全球气候异常，整个环境变化，在今天，我们只有一个台湾，只有一个地球。对于高污染、高耗能的石化工业，我们应该更审慎的来面对。我们要谦卑的承认，在民进党执政的时候，我们有推动国光石化。当时在云林，但我们也没有换水，环评两次都没有过，也没有硬推。今天。要在彰化大城湿地，我们极其以为不可。第一是三清已经更新设备，产能足够，现在没有这样的迫切需要。第二，这个大城湿地是国际级的湿地，
我在台北市台北县当县长，保护五股湿地。今天看到具体的成果，我们对于国际级的大城湿地，更应该要好好的保护，一破坏就没有败坤，也不可能自动转弯。第三，是这个地方是最好的上好的农业渔业的产地，咱看到，咱这个所在所产的蚵仔、乌鱼、做乌鱼子，全台湾上盖好的所在。对农业渔业的侵害，我们更要审慎。当全球粮食缺乏的这个时候，更显重要。所以，如今永定居民的健康，都需要来保护。在这个所在，我特别表示态度。来，看到日本的大地震、大海啸、大火灾之后，我们更应该一切有一个全新、更严谨、更严肃的态度来面对。所以今天我来你家表示态度，国光石化还没有开始新建，这个计划应该要停止，不能够落下去。民进党如果能执政，我们就照这样，希望不会再来破坏我们的大城湿地，不会再来破坏这个地方的农业产业，不能够伤到大家健康，不能够伤到台湾，我们应该往这方面来做才对。因为今天的参会，我不应该再多讲太多，我的态度在过去已经多次表示，今天当着乡亲的面前，搁较严肃来甲大家表示乡亲的态度，嘛表示欠债的关心，表示咱要做代志的所在，希望一件只听会到，希望咱会直接会当较符合民意的需要。今仔日嘛是来遮参加参会，等下我那现要去甲大城湿地来看咱这个所在。希望甲乡亲做伙来拍拼，甲主办单位的成果表示敬意，大家加油，爱护台湾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，祝大家健康快乐，台湾永远放上好，感谢大家。感谢感谢，最伟大的政治领袖，永远是甲人民徛做伙，对不？我想